EIP 处长孙小雅强调，台湾选举展现选民意志，不论谁当选，美国军售帮助台湾自卫的立场不会改变。中国民众白纸运动蔓延数十个城市，美欧各国政府纷纷表达关注及声援。中国民运人士王丹表示，白纸革命意义重大，这是年轻人觉醒的新时代，中国将面临重大转型。欧洲央行总裁预期通膨还没有到顶，对此外界解读可能暗示欧元将持续升息。更详细的新闻内容，请锁定新唐人亚太晚间8点新闻。